天下一家民生社区的居民，大家好，我是市民代表赖马玲，感谢大家能来参加过去的讨论会，有你们的意见让社区改善很多，这是斗六民主的一大进步。这周日晚上7点在马玲服务处有最后一场讨论会，要讨论天下一家公园怎么规划，大家若有公园外的需求也欢迎提出，这次就会决定最后这笔经费怎么来运用，人越多越有利，建设速度越快，以后才不会产生纷争，社区好大家才会好。为了更好的社区，更好的未来，请大家一定要踊跃来参加，谢谢。